喂，冇个声气啊！突然间你听唔到出声吓？仲系快得滞啊！啊，我而家 OK 啊！头先咁样已经好慢噶咯，仲要慢啲啊！我头先钳住啊！飞落嚟噶，我觉得嗰个位置有个有嚿石应该攞嚟飞好过咁样行，我觉得咁样行仲危险，仲容易刮到个波脚。爆喇咗添，好啦，呢度开始慢慢嚟啦，危险路段正式开始啊！挂住望后边，挂住望后边望一望你，我问咗埋佢，慢慢啊，慢慢嚟就得噶。OK， 系慢慢点啊，正落，呢度又系，得嘛？好急，做靓个姿势，系飞啦飞啦，呢度就唔好飞啊！我仲慢慢行，我仲以为你跟到头先。我头先咁嘅速度都最快，我全部针冇飞噶咯。我咁样算快咩？我啊落嗰阵时我惊，但我都系下刹住落噶咯，我都唔系飞咁滞噶咯，系有啲真系快得滞，我先焗住飞咗去噶。
度好難飛啊！Yeah.